它今天回到 65.80， 基本面有没有改变？没有改变，只是受到一个疫情的影响，受到 Delta 的影响。其实以联电来看，它还是一个非常强势。以上礼拜我这一根长红 K 拉出去到70块嘛，72最高，72是礼拜一啦，哦，对，上礼拜我是拉出去70块，以这一根长红 K 来看，带量长红 K 出大量长红 K 来看的话，哦，又突破箱子，其实它并没有跌破，今天没有跌破这一根，这一根红 K，哦，所以说还是属于一个强势的整理状态，强势的整理状态，大家要留意一下，还是可以多关注联电，对，还是可以多关注一下联电，哦，主要还是半导体整个半导体系列的股票，当然是认为还是最有机会往上走的，哦，但是个股方面，以美中贸易战的关系来说，美国要制裁中国，哦，那台湾的一些厂商在中国方面，这个就要变成要特别去小心一下对岸的消息是怎么样子，不管好坏哦，不管好坏，因为他们整个缺料嘛，那以中国疫情他们要清零，现在是缺工的状态，缺料又缺工，对，缺料缺工，嗯，那如果被美国制裁很多产品它不能生产的时候，欸，那我们台湾是它的制造，我们是它的一些供应商，供应商也会影响到整个台湾的一些运作，公司的运作，嗯，毕竟它是离我们近又有十几亿人口的市场，嗯，那影响下来会蛮大的，嗯，所以说最近对于整个大型的中概股的话，虽然现在大家已经很少提到中概股这个观念，因为都很多工厂移到东南亚去，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科技业者，我们台湾做他生意的话，你就要特别去注意一下，看他的市场、他的销路、他的供应商是不是大部分在中国，